请掀开经本第十二面，第十二面经文的第六行，常行布施及戒忍，静静定慧六波罗，未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之者是成佛。我们看这首偈啊，这首偈科判里面是习念成佛，四句文中啊，具足了四弘誓愿，前面两句这是常行六度，包括学法门断烦恼，第三句是度众生，末后一句是成佛道，所以这个四弘的意思圆满具足。六波罗蜜是佛的行持，也就是说诸佛如来示现在六道，在十法界，他表现的是些什么？佛法里面呢，讲示现啊，我们现在人呢称表演，他的生活、工作、教学、处世待人接物，所表演的这个六条啊，就全部都包括了。菩萨学佛也得落实在生活当中去学习，如果离开生活，那个学佛了是空洞的，是不切合实际的，有理论没有这个事实啊，所以那就变成了玄学了。佛法有事有理，理事交融啊，这才是真实的智慧。经文里面我们特别要重视的常行这两个字，常行就是永远没有间断的，诸佛如来、诸菩萨众，在六道、在十法界，正如经上所说的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隐形
自然，他的心行永远没有间断。佛菩萨存的是什么心？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是诸佛菩萨用心的。以清净平等觉来行事，这就是佛行、菩萨行。我们今天想学，学得不像，我们也学布施，也学持戒，也学忍辱，怎么学不像呢？我们的心不是佛心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心依旧是迷而不觉，依旧是染而不净，依旧是邪而不正。我们的心是迷邪染啊。佛菩萨的心是觉正净，这个不一样。这是我们怎么学都没有学相，原因在此地。如果我们真正学佛，古德常说，要从根本修。根本是修心，但是心跟行有密切关联，不能分割的关系。所以行呢也非常重要。我们细心观察佛菩萨的行持，他们布施真的是一切都放下，把见思烦恼放下。见思烦恼里面第一个我见，我们今天对佛法的修学是不得其门而入啊，很想入门而入不进去啊。为什么入不进去？我见没破啊。所以怎么学都学不像。即使你能把身见破掉了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那么我们要问，我是什么呢？诸位在大乘经里面也听得不少了，特别是华严，佛在经上明白地为我们开示，我是一切众生的，几个人能知道？一切众生是我，一切众生是我的身相，当然
也包括这个身在内。你算是真正明白过来了，虚空法界。是我们居住的房舍，是我们家中的庭院，你有没有能体会到？你果然体会到了，那就是《大乘经》上常说的。你已经证得清净法身了。这个时候你修六波罗蜜就相应了，就跟佛行、菩萨行相契合了。这是古大德教导人所谓的从根本修啊，我们要把念头转过来，观念转过来。这个道理我一提，诸位同修多少啊能体会到一些。为什么一切众生是我身？虚空法界是我家了，是我们家园呐。华严经上说得好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谁的心？谁的识？自己的心识，不是别人的。所以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的。我们今天迷就迷这桩事情，诸佛菩萨悟也是悟这桩事情。迷悟在人，事实没有迷也没有。思是给你讲的思想，实是给你讲真实之理，就是自信。真心真如。四相根离体都没有迷悟啊，迷悟在人呐、你一念觉悟，凡夫成佛了；一念迷惑，佛变成凡夫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可是诸佛菩萨更凡夫，受用苦乐差别悬殊太大了啊！凡夫受用非常辛苦啊，诸佛菩萨的受用得大自在啊，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求，必须要学佛，要学佛的方向。这个六度里面般若是看破，其余的五度都是放下。不是放下兼贪啊，
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决定没有贪念。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没有贪念的。对世间法、对佛法都无贪念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不是真的，能变的是自性，所变的是万物。能变的性体是极静的，佛经里面讲的寂寞啊，如来见到了，证得了，证得叫寂灭忍啊，菩萨也证得了，叫无生法忍。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啊，能变的是寂灭，所变的哪里会有真实呢？所以诸法缘生啊，佛讲的太多了，因缘生法，凡是缘生之法都没有自体。他的字体是什么呢？极灭的性体，这是他的字体。所以体是空寂啊，相由性空，事由体个理空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明白这个真相，就要看破了。看破之后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决定没有贪念，决定不会吝惜，这个心永远断掉。这叫不施波罗蜜啊。那么我在这里句句跟诸位讲的是真话，可是这个境界很难做到啊！什么原因做不到呢？佛说的没错。第一个，文经太少了。第二个原因，无始劫来烦恼习气太重了，所以你依旧是不得其门而入。原因在此地。文经是多么的重要啊！一天两个小时不行啊！两个小时文经提醒你，一天24个小时，还有22个小时。迷惑颠倒在打妄想，你想想看怎么能成就？所以古时候寺院丛林啊，世尊在经典里面也常说的，每一天
20讲经。世尊所讲的20，是古印度计时的单位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。我们现在用的计时单位是国际上通用的，把一昼夜分成24个单位，我们中国人称为24小时。小是什么意思吗？它比中国古时候计时单位小，中国古代计时单位是将昼夜分为12个时辰。中国用的代表字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用这个来代表。我们中国一个时辰是现在的2个时辰，小时啊。可是古印度计时单位呢，比中国还大。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昼三时、夜三时。他们把昼夜分为60。这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。他们的称这个称为白天这30，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。这是白天的30。夜晚30称为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。这是60啊。所以古印度的一时是我们现在的4小时。那世尊讲的20讲经啊，不就是8个小时吗？我们每一天听经听8个小时才够标准呐。我们想想佛的话有道理啊。每一天听经8个小时，再加上念佛8个小时，大概打妄想的机会就比较少了，所以才能把你50界的习气把它化解掉能化解掉你就开悟了，不能化解你这个功力也能把它扶住，不让它起现行所以我跟大家说，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了，文经太少。可是你们要问，那我一天听8个小时，谁给我讲呢？真的，你找不到人给你讲啊。可是现在行啊，现在有录音带呀。录音带，我劝诸位同修，一天呢听一个，不要听多，这一个反复的听。如果这一个录音带是1个小时，你就听8次，一遍一遍的听啊，这个叫长时期的熏修，你才会听懂啊。一遍听不懂，听第二遍有新意思，听第三遍解的就更深了，听的遍数越多越好。古来大德求学都用这个方法。那么在古代最著名的，我们晓得的道宣律师唐朝时代律宗的祖师道宣律师。道宣律师听4分律，听20遍。那个时候真难，真不容易啊。哪个地方有法师讲4分律，他就去听。
他的二十遍是二十个地方啊，二十个人讲啊。你看人家求学那种精神毅力，我们要学习。唯有多次长时间的熏修，才能够扶住烦恼，才能够开启智慧。哪里是听一遍你就会开悟啊？没这个事情啊！今天我们在此地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讲《华严经》，你们同学要求要讲得详细一点，可以啊，反正我们不受时间限制，我们可以常讲。大家能不能得受用呢？不见得。讲前面你不知道后面，听到后面前面忘光了，这些都是事实啊。你要想真正学华严，有方法，我们每一堂课都有录像，都有录音。你把这个录音重复，每一天重复多少遍，锲而不舍，给诸位说，你的心是定，你心里面呢妄想杂念呢就伏住了，没有时间打妄想，没有时间呢就起妄念。久而久之，你不知不觉就成就禅定了。这个禅定不是盘腿面壁，这个禅定的功夫高啊！面对着花花世界，你能够不起心不动念，你的念头思维精益，你天天听经，你天天在思维精益，时界因缘成熟了，豁然大悟，你就契入华严境界，你就得华严三昧，或者你得念佛三昧，它真有效果啊！所以现代人发明这些高科技，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它。现在只要你肯发心学习，说实在的话，远比古人殊胜太多太多。古时候你听讲经，你要不是相当好的根器，你听一遍能记住能理解，你才能有受用。如果一遍记不住不能理解，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个善根，种个原因而已，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！因为没有机会重复的听，没有机会长时间的熏修，现在利用科学工具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这一点今人比古人的福报要大多了，可是问题你肯不肯用啊？如果古人得到这些工具，
我们肯定相信，学佛成就的人要增加很多倍呀，这是我们能够肯定的。他们真干，很可惜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些科技没有发明，他们没有遇到这样殊胜的机缘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跟古时候比有殊胜，也有不及之处。这些理事我们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懂得怎样去修学，怎样去修布施，心地对于世出世间法一尘不染，一丝不挂，你的布施波罗蜜就修圆满了。如其不能，那就修福啊，修福。佛在经论里面给我们说的很多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生到这个世界，大家的人生呢，你为什么会得人生？佛在经上讲，过去生中你修过五戒十善，佛家讲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你做到了，一生都能够信守而不毁犯。佛说这是你的人生的条件，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这个因，好不容易这一生才得人生，没有遇到佛法的，像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冷场，古圣所讲的五常啊，五常跟五戒完全相同，讲的是仁义礼智信。人不杀生啊，义不偷盗啊，礼不邪淫啊，智不饮酒啊，信不妄语。古圣先贤教化众生啊，能够信守啊，可以得人生啊。这个佛家讲的，这叫引业，引导我们到这一道来啊，受身得人生。虽然大家都得人生，每个人福报不相同，有人一生享福，有人呢一生日子过得很艰苦。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原因呢，就是六波罗蜜啊。
你在六波罗蜜里头，这个六条没有好好的去修嘛，所以虽得人身，生活过得很艰苦。别说你在人间，如果你升天了，天的营业是上品十善四无量心，你升天了。天人呢，那个福报也不一样啊。不过大多数天人都享福，还有少数天人呢，很贫穷啊，不如我们人间富贵人家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有天人天道的隐业，没有天福，可见的修福还是很重要啊。种善因得善果，种福得福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财富从哪里来的？财富是果报啊。这个世间有人发大财，有人很贫穷，绝不是说哦，这个人很能干、很聪明、很走运，比他能干、比他聪明、比他走运的人还多了。为什么那些人不发财呢？为什么偏偏他发财呢？命里头有的，命里头怎么有的呢？过去生中修的。佛告诉我们，修财布施啊，得财富的果报。所以，他有财富，我们知道，前生修财布施多，他这一生才得财富啊。如果他没有修财布施，他这一生再聪明再能干，日子还是过得很贫苦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你要想得财富，你一定要修财布施。你施的越多，你得到的也越多。施与报一定成正比例。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啊。世间没有一桩事情侥幸而成就的，没有啊，真的是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啊？谁给你定的呢？自己定的，不是别人定的。佛说聪明智慧，法布施的果报啊，法布施开智慧啊。无微不至的健康长寿，所谓无微不至，别人有苦难，我们伸援手能够帮助他，能够安慰他，使他身心得到安稳，离开一切忧虑恐怖，这一类的事情都叫做无微不至。所以修这三种布施，才得三种殊胜的果报。
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冷静去观察施暴的事实。给自己做修学的参考，得大福报的人，我们讲啊，那是福慧具足啊，有财富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又健康长寿，这个人在世间福报是相当的圆满了，可是这个一生享完之后啊，他在享福的这一生当中，也做一些好事，但是跟他的福报啊不成比例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他来生的福呢就降等了，这个样子每一况愈下了。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实话，六道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这都是事实。三善道里面寿命最长的，非祥非非祥天，八万大劫；三恶道寿命长的，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，寿命无量劫。我们在经上看到无量劫、无数劫，不是八个大劫，无数无量大劫。佛说这些话，我们听到了，真正是寒毛直竖，太可怕了。如果听到了还若无其事，给诸位说，那就是古人讲的麻木不仁了。这个人麻木了，不知道厉害。其他的不谈了，这切身的厉害给你说出来，你都不明白，你还能救吗？一转眼又回到三途去报道了，三途是老家了。佛给我们说这些话了，我们要有精进，要觉悟啊，要警惕，这个事情不是好玩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觉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积极求出力，出力六道轮回。有没有方法出力呢？有。佛说的许许多多法门，无一不是出力的法门。佛又怕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业障太重啊，修学一般法门不能得力。阿弥陀佛
无量的慈悲眼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建立道场啊！所以极乐世界是大弥陀城啊，接纳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有一切希求出离六道轮回、出离十法界的这些人，阿弥陀佛通通收容。这种悲愿仁慈，尽虚空遍法界找不到第二个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啊，就在这个经上说的：“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”这是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。我们想这一生成就，一定要行布施。布施就是放下，布施就是舍。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里的舍，要舍得干干净净。心里面把你的忧虑、牵挂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舍掉。在日常生活四相之中，只取所需就好。自己纵然有大福报，我也只取所需，只受用生活水平有限的这些资源就够了。不要过于享受，你有福报，你是可以享受的。为什么不肯过分的享受呢？佛教我们以苦为师啊，生活过得朴实一点，警觉的心呢，会常常提起。如果一放逸、一懈怠，过分的享受啊，这个世间很美好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不想去了。这是佛给我们讲的，我们这个世间是富贵学道难。你说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好？怎么好？没见过。我现在这个生活太好了，样样都如意，在社会上有财富有地位，一切都称心如意，不想求生了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你要真正有警惕的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一定要减少，减少到最低的限度。每一天三餐能吃得饱，衣服能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矣。不要过分享受啊，过分享受容易懈怠，容易堕落。这是诸佛菩萨给我们的忠告啊，我们要记住啊，
仔细想想，越想越有道理。我们有多余的福报，布施给一切众生，与一切众生共享，这是真正的落施。这个是佛菩萨的行持啊，唯有佛菩萨能与一切众生共同享乐啊，所以有福大家享，自己受用，跟大家要平等，绝不超越，这样才好，永远保持高度的警觉心，求出离心，你的烦恼自然轻了，智慧自然增长。对于出离往生，你也真正有把握了。所以布施的心、布施的行为、布施的事，永远不间断，常行啊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。值得我们认真努力去效法的。我们在这部经上，你看看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的布施，他做了榜样给我们看了。一切布施当中最重要的，决定不能忘记的法布施，法布施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印了很多的经典，印了很多佛菩萨的形象，制作许许多多的磁带、录像带，到处借缘布施，是不是法布施呢？不能说不是法布施，法布施之小者呀，今天中午我们在二楼客厅，明善老和尚、仁德老和尚，我们很难得聚会在一起啊。两位老和尚非常感叹啊，现在在中国，在世界各个地方，讲经说法的人太少了，想办佛学院，想办佛教大学，找不到老师啊，怎么想也是空想，也不能够实现。那么诸位同学想一想，法布施应该要怎么做？我们今天做的这些法布施依旧无济于事，真正法布施在培养人才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就永远不会中断了，这是法布施。
那么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将培训班扩大，来办佛陀教育学院。这是发布式了，只能说比以往啊近了一步。有没有做圆满呢？没有啊。要怎样才能做圆满呢？诸位真正发心呢，做佛做菩萨，这个发布式才圆满呢。佛在经上常讲啊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那是真正的发布施，圆满的发布施。我对于佛的教诲接受，这个接受具足信解行证，叫做受持啊。你要不具足这四个字，不叫受持。所以受持这两个字也常常被人误会。我受持无量寿经，什么叫受持？每一天念一遍叫受持。这个完全错了啊。这个每一天念一遍只能说读诵。这个不是受持。受持要具足信解行证。我对这部经深信不疑，我对这部经里面所说的能够理解，能够落实在自己生活，真正把它做到。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，所讲的方法，所讲的功德利益，我真正得到了，这是真啊。信解行证少一个字，受持就不圆满。所以自己真正能做到。为人演说，表演给人看。像华严幕后五十三参，你看看善财童子与诸位善友，把佛法做出来给人看，这叫演。说呢，人家来问，详细给他讲解。我们建讲堂，每天在讲堂里面开讲，这叫说。做出来给人看，那叫演。演是身教啊，说是言教啊，受持是意教啊，身与意三轮教化。这个才是佛家的家业，如来家业。佛在经上讲的句句话字字没有讲错啊，很多人读经啊，意思错会了，意思浅解了，意思解偏差了，所以真实的利益了，永远得不到。得不到呢，反过头来，他不检点自己，不反省，还认为啊，佛经不太可靠，还怀疑圣教，造严重罪业，造成自己的障碍。
他怎么能开悟？怎么能其如呢？这些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啊！不懂布施这个法门，你没有办法修啊，你不会修啊！你所修的不仅如理，不仅如法，当然也能得一点小果报，人天小福啊！真实殊胜功德利益，你得不到。那么这些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还是文经太少。所以我们想一想，世尊当年在世49年，天天讲经说法，佛是个再来人呐，不是凡人呐。一天说8个小时，一天说24小时，他也不累呀，不像我们凡夫说多了就累了。他是永远不疲不倦。这是佛对众生无比的恩德。所以当年有那么多人跟随着他，常随众啊，常随众，我们现在经上所记载的1255人出家弟子，跟着佛出家的，参加这个僧团的不离开世尊一步啊，这记载的，没有记载的，诸位要晓得，比这个人数还要多。在家的弟子，在家弟子不会说是常年跟世尊的，他在有空闲的时间会追随一段时日，跟释迦牟尼佛的几个月的，我们想象当中2-3个月的，半年一年的，这种人一定很多很多，3年5年的，那么这一类的弟子没有记载在经书上。可是我们在经书上常常都看到，除比丘众之外，有菩萨众，有天人众，那个人里头就包括没有记载那些人吧。像我们现在在此地建立这个讲堂跟念佛堂一样，居住在新加坡的同修天天来参加，每一堂我都看到你们来听经，你们到这来念佛。可是新加坡以外的地区，你们到此地来，来一个星期的，2个星期的，1个月的，2个月的，很多啊。这一类呢，都不属于叫常随众。我们今天情况如此，世尊当年在世又何尝不如此呢？由此可见法缘法会的殊胜啊，因缘的稀有啊，只有真正觉悟，真正认识佛教育的人，他才肯好学，他才能学成。学成之后，为别人做榜样。到这个地方来，学一段时期，气质改变，变化气质。
你回去之后，你这些朋友啊，同参看到你之后啊，觉得你不一样。出去之后，时间没多久，果然就有改变了。于是他也想到这里来学了，就受你的影响了。你影响这些人到这个地方来参学，你就是戒引他们、度化他们呐。所以，我们自己学了之后，真正做到自行便是化他，不是自行之外另外有一套化他的，没有，自行跟化他一桩事情啊。化他就是自性，自性就是化他，一而二，二而一。你才稍稍啊，这个涉入佛法的门槛啊。第二，持戒。戒不仅仅是世尊为我们制定的这些戒条，戒条里面所规定的有一部分是永久的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超越时空，不受时间限制，也不受空间限制。时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不受时间的限制。世尊在3000年前，这是现代外国人说的是2500多年前。我们中国典籍里面记载的是3000多年前，不论是2500还是3000吧，总而言之，这个时代很久远了。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时代绝对不一样，佛制定的戒条在那个时代适用，到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，这就叫超越时间。戒条里面哪些呢？我们现在所讲的根本戒，这是决定的超越时间。关于生活仪规威仪那一部分呢，这个不能超越时间，古今生活方式不一样，许许多多制度不相同了，意识形态不一样了，因此那个时代成为历史了，过去了。可是我们要懂得它的精神，不违背戒律的精神，想想现在应该怎么做法。那么这是讲时间上的问题，空间呢？世尊当年教学油画是在印度，古时候的印度，那时候交通不便啊，世尊没到中国来啊，他的学生们呢也没有到新加坡来啊，而且
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，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思想信仰也不相同，因此除根本界之外啊，也不能超越。这根本界呢，无论是在哪个地区，无论在哪个国家，无论信仰什么宗教，大家都认同的，那这就超越空间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无论哪个宗教都有这个戒条，这超越了。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，没有人说杀生是可以的，偷盗是可以的，没有。所以根本戒，佛法里面根本戒是四条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。这个不饮酒啊，对于时空啊还不行。所以佛制定的这个根本戒是四条，确确实实超越时空，我们一定要遵守啊。不饮酒这条戒，佛说的很清楚，这一戒，其余四条戒信戒，换一句话说，无论你受不受戒，无论你懂不懂戒，你犯了都有罪，不能说是我没有受过戒，我犯没有罪的，没有那个道理。你没有受过戒，犯了还是犯罪。但是不饮酒这一条呢，你要没有受过戒，不犯罪。那么佛为什么制定这条戒？酒能乱心啊，酒醉了之后啊，就干些杀人偷盗了，就干这些事情所以叫你不饮酒啊，是保持你的头脑清楚，不至于迷惑，不至于犯罪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酒税是防范你犯罪的，饮酒本身没有罪过，是防止你犯罪的。所以把它也列在众戒之中，这算是大戒，虽不是根本呢，它算是大戒。那么这是戒条，除戒条之外，这个戒持戒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。这是讲诸佛菩萨生活规范生活的典范呢，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典范。在他们生活当中流露出来非常自然，我们要学它，要学习。在广义，佛所有一切经教，我们都要遵守，都要学习，这是持戒。所以这个戒呢，就是佛祖的教戒，他所教导我们的这些训诲，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。所以这个戒律的范围呀，就大了。那么在佛门里面，也把它归纳为三大类。一类
律一戒。这个就是佛所制定的，有明文规定的。律仪，明文规定的，包括我们现在世间所有一切的法律，所有一切的规约，它都是有文字记载的。这个就属于律仪。每一个国家地区，每一个时代不同，这是我们讲的佛法，要知道现代化与本土化。佛法才能常住世间呐。如果佛法不懂得本土化，不懂得现代化，它一定呢，在印度那个地区早已经就变成历史了。怎么能传得下来？能够传下来，超越时空，超越时空，一定要适合各个地区的现代化跟本土化。除了根本戒之外，所有的戒律也要现代化，也要本土化。像中国，唐朝时候百丈大师所立的清规，那个清规就是古时候戒律的中国化了。那是唐朝唐化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现代化本土化，戒律的现代本土化。那么现代我们的生活随着科技日新月异，我们人文生活也受了影响，也跟着起变化。所以诸位知道，法律每隔几年要修订一次。为什么要修订呢？修订就是时代不一样了，隔了几年呢，那些法律现在不适用了，所以不断的修订呢，是不断的现代化，不断的适合于地方化。我们地方大家在生活这个地区便利呀。所以法令规章时时在修改啊，有些法律一年修改两三次啊。甚至于连宪法每隔几年呢要重新检讨一次，修订条文，都是这个道理。除律仪这一部分之外，佛还给我们讲了设善法界，世上没有明文规定的，可是这些事情是利益一切众生的，利益社会的。我们今天讲与社会安定繁荣，与世界和平幸福有关系的，虽然佛经里头没有说，世间这个法律明文也没有说，也没有规定我们要做的，我们应当要做。这是善法界嘛，知道这是善事啊，没教我们做，我们也要做啊。还有一类叫饶益有情戒，设善法界里面有自利利他，饶益有情戒对一切众生
有好处，可能对自己没有好处。要不要做呢？要做。舍己为人呐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一定要懂得，是以一切众生福利在我们个人幸福之上，这个叫慈悲心，这是菩萨心。菩萨能够舍己为人，牺牲自己成就别人，饶益有情。由此可知，持戒的范围非常之广。我们通常用现代的话来说，来解释持戒，我常说守法。这个大家好懂。持戒不太好懂，还需要解释。用守法，诸位概念比较更清晰。遵守佛的教法，遵守国家的法律，遵守地方上的规约，我们到人家家里面也有人家的礼节，也有人家的家法，到一个道场，一个道场也有他的规矩，一定要遵守啊！我们能守法，才能得到大众的欢迎，才能与大众啊和睦相处啊。所以，到一个地区，一定要了解这个地方的法律，要了解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、道德观念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言行举止不要触犯，不懂要常常问。所谓是如今要随俗，那么这是持戒的现代化与本土化。我们这一条才能做得如法了，如理如法。我们一般人讲的是合情合理合法，这样才做到圆满。第三是忍辱，意思就是要忍耐呀。忍耐，在佛经的翻译，把它翻成忍辱，这是过去翻经法师们有意用这个字。在古时候，最初接触佛法的是士大夫阶级。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最初接触的是一批知识分子，帝王、大臣、知识分子。他们最初接触的，在中国士大夫阶级里面，我们在古书里头见到有所谓士可杀不可辱，这个士就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有骨气，可以杀头啊，不能侮辱。
这些翻经的法师听到这个话了，忍辱，辱都可以忍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忍呢？所以特别用了这个词。这不是六波罗蜜的这个本意，它的本意是忍耐。特别的，在中国翻译用了这个词，也就是中国人把五儒看得太重，过分的执着了。这些大师们有智慧，希望把你这个执着打破，不要太认真，不要太计较，儒也应当要忍，取这个意思。人这个肚里面佛将它也归纳为三大类。第一个呢，对人，我们讲对人事，也就是人为的灾害，人为的加害。小者，别人对我们不谅解，对我侮辱，对我毁谤，对我障碍，甚至对我陷害，统统能忍。决定没有报复的这个念头，为什么不可以有报复的念头呢？一定要懂得，这个里头决定有因果的因素啊！他回报我，陷害我。他为什么不回报他，陷害他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去反省，自己去思维。这个果报必有前因呐。前面的因，或者是我在过去生中用这个态度对他嘛，他今天这个因缘聚会，他对我的回报嘛，我明白了，我应当承受，不再计较了，我们的恩怨在这里就化解了。好啊，佛教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始。我们决定不跟人结怨，受冤枉决定不能避免。为什么呢？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愚痴无知嘛，我们给一切众生结过多少冤啊！今天受人的受这个受的这些灾难，要想想应该的，没有话说的。所以，在一切不如意的逆境之中，我们就坦然泰然度过。也欢喜接受，这真正叫消灾免难啊！你的业障，你的灾难
就这样消除掉了。来生，来生就没有了，账结掉了。这一点很重要，所以学佛的人要相信学菩萨决定不给任何众生结冤仇，我们只有化解，决定没有再结的这个道理。什么样的灾难，什么样的苦都要受。印光大师说，纵然被别人五马分尸了，残酷这个刑罚而死，也没有一丝毫怨恨心。佛经里面，诸位念过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提过一个故事，但是说得很简单，割力王各界身体。这个故事诸位要知道多一些呢，《大涅槃经》里面，《大涅槃经》这一桩事情记载的文字多，说的详细。人如仙人，他能忍受啊，不但没有报复的念头，一念怨恨的意念都没有。所以佛说这是忍辱波罗蜜圆满的现象。所以别人无缘无故的加害于我们，岂不认识成就我们忍辱波罗蜜吗？要不然这个法门到哪里修去了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不但没有怨恨，还感谢，感谢他给我机会，我在修忍辱波罗蜜。如果没有这些恶人逆境来折磨我们的忍辱波罗蜜，没地方修啊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些人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啊，是我们的大恩人啊。我们怎么可以用恶心来对待恩人呢？同样一个道理，别人对我有好处，常常爱护我，关怀我，这是顺境，顺境也要修忍辱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修忍辱啊，你会增长贪心的，贪念呢，那也糟了。逆境生嗔恚，顺境生贪念，都堕落了。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啊，恶人讨厌，善人也讨厌他。你要没有智慧呀，两边都堕落啊，不是堕落这边，那边也会堕落啊。往往堕落的凄惨不比这个逆境啊，不比恶人这边啊。人生确实是险道啊，顺境里头把握着自己，决定不能够堕落，不能够生起贪心。所以我今天早晨跟大家提到啊，居士林现在的伙食不错啊。二楼的餐厅我看比红国超过不在他之下了，怕的是大家了，
看到这么多菜色做得这么好，啊，做得这么干净，你端起盘子，每一个菜加一点，已经过分了。啊，你就吃得太多了，对你的健康有妨碍啊。啊，这是顺境啊！你看这么多人热心供养，啊，顺境啊，自己要有智慧，在里面呢，只取所需，我几样吃饱就可以了，不要吃得太饱啊，吃个七分八分的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贪图，把自己的身心搞坏了。身什么呢？吃太饱不容易消化，你容易得病，肠胃病啊。你身坏了，心怎么坏呢？你起了贪心，啊，这个也好吃，那个也好吃，啊，你起了贪心，你身心都受了妨碍。我没有叫他少供养一点，为什么呢？人家修福嘛，啊，也是这么多人吃饭，大家口味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我们去拿菜，选择自己喜欢吃的，选择个三四种就够了，不要每一样都去拿。那每一样都去拿，我就看贪心，贪心。啊，只取自己所需要的，取几样就很好了。所以自己要保持高度智慧，啊，这个都是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吃饭呢都是修忍辱波罗蜜啊，啊，看你能不能忍。由此可以可知啊，这个忍耐是在生活当中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点点滴滴都要知足，啊，都要守住自己的本分，知道自己的需要，啊，适可而止，这就是忍辱波罗蜜。所以忍辱波罗蜜是在讲呢。就是修知足常乐啊，那么这是我们讲对于人事环境，人事环境里面也有逆顺，第二种啊，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物质环境，这个范围包括的很广。我们在一生生活当中，有顺境，也有逆境。尤其是自然环境，在一年当中有春夏秋冬的变化，新加坡靠近赤道，这是个长夏的地区，一年只有一季，我们常年生活在这个地区似乎没有什么感觉，可是现在由于生活富裕，交通便捷，假期大家都出去旅行，出去度假，你所到达的地区生活环境跟此地不一样。如果你要到北方去，北方现在是冬天，你对于寒冷你要能忍耐啊，
你要能够忍受啊。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不同的意识形态，不同的是规矩。譬如我们在此地，你们开车，这个驾驶是坐在车的右面的。那么在台湾呢，这个汽车驾驶就坐在左面。如果你到那个地方自己开车，你得要适应环境。这个都是需要讲适应，就是讲要忍耐啊。你居住的时间短，你有短短几天的忍耐；你居住的时间长，那你就要长时间的忍耐。这是说我们对于自然环境变化了，你要有忍耐，你才能够适应。第三种啊，佛说的叫修学，修学包括事出世间法。我们想学一样东西，不是几天几个小时就能学会，一定也是长时间。世间的教学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。在求学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没有毅力，没有恒心，没有耐力，你的学业不能完成。修道亦复如是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都是长时间的，不是短时间。净土法门在一切法门里面，大家都说这是易行道。这个易行道是跟其他法门比较，它容易，你也不能把它看得太容易了，是与其他法门较量呢，这个法门比较容易，还是要有耐心，要有毅力，你才能修成功啊！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在一些大乘经典里面，确实它不算是分量长。也不算是很高深的，非常适合于现代人修学。经典的文字浅深适中，长短适中。夏老居士的汇集功德无量无边呐！带动末法往后啊，9000年，有缘的众生呐，必定是因这部经典而得度。从这部经典里面奠定了信解行证的基础，念佛往生不退成佛。可是经文虽然不长，也得有耐心啊，从头到尾念一遍。我劝诸位不要念得太快，
念慢一点，把他的意思念出来，你才真有受用啊。古人常讲随文入观，这句话很重要。随着经文呢，我们就契入境界，这叫会念啊。不会念的只是念文字，念完之后什么不知道，什么意思不晓得，所以这个读诵啊，千万不要赶时间，我念得很快，半个小时就念完了，就交差了。这个是对佛菩萨敷衍的，好像是念给他听的，与自己不相干。早晨念一遍或者念两遍，有人发心念三遍的，都念得很快，交差了。我是好学生，我一天念三遍。其实信皆行证，完全都没有，这个念等于白念了。那就是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呐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念经呢，字字句句与信皆行证相应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要相应啊！阿弥陀佛四个字，你念的时候，里面也具足了信皆行证，你的功夫怎么会不得力呢？你怎么会没有成就呢？我们今天呢，只是在表面上做工作，没有在实质上下功夫啊。所以怎么样修，都是各来一层。那么这个样一来，你没有耐心，你怎么能成就？念佛要有耐心，读经要有耐心。耐心，学习要有耐心。修法里头要有忍辱，你才能够成就。尤其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更需要很大的耐心。这是讲你修学的忍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